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蓝宝石戒指的现货。这一枚戒指我们做的是非常有质感的，金也是非常厚重的，左右两边的钻石非常的有造型，宝石是 1.4 克拉，整体的价格是10000加。这枚戒指宝石是漂亮的矢车菊，款式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个了，都是蕾丝款，非常的优雅别致有气质，还有浓郁的复古气质。整枚戒指是8000加。好宝石一定要配上好的镶嵌才能相得益彰。这枚宝石是 1.15 克拉，深邃浓郁明亮的皇家蓝，一点也不发黑。我们四周围绕的钻石也比较大，花型做的是偏复古，但是整体是比较时尚那种感觉的。戒指壁非常的厚重，大家一拿到手就会感觉得到它的质感，真的是质感满满的。整个价格是10000加。这枚蓝宝石的颜色真的是特别漂亮，它有点像克什米尔蓝，就是非常非常纯蓝。宝石本身是 1.04 克拉，做的一个经典款，这个款真的是可以从18岁戴到88岁都不会腻的一个款，整个价格也是10000加。这个款式不用多说了，它真的是再火不过了，像皇冠一样，让水滴显得更加的优雅，不挑手指，谁戴谁好看。宝石是 1.92 克拉，非常的有性价比的一枚，整个价格也是10000加。这个宝石是 0.78， 这个经典的戴妃款，是属于每一家店都会出的一个款，这个价格是6000加。这颗宝石 0.64 克拉，虽小但精，颜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绝对让人挪不开眼睛，一个标准的皇家蓝，整个价格是5000加，非常有性价比的一枚。这一枚戒指 0.87 克拉，但是拥有1克拉的面，面是非常大的，它还可以跟小微戒指叠戴，叠戴就更加华丽了，是一款可盐可甜，既可以休闲又可以隆重的一枚戒指。单独的这枚戒指是8000加，一起是10000加。今天分享的主要是经典款，如果你还喜欢个性款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，我会持续为大家分享。